他们到停尸房那边安全一点。哦，哎，给你的。那你呢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嗯嗯，走啊。老兄帮帮忙，再摆一个。从门口进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他给粘住，我们再想办法逃走啊。青青帮帮忙啊。啊，家乐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啊，大师。小心点啊。师，是不是师傅？